现了吗？还成，就差一半就烤熟了。说什么呢你？我还等着你一块踢球呢。一定。怎么样？特疼吧？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吗？郝亮，你知道哥们最佩服你什么吗？你他妈就是块钢铁，你是我们当中最棒最优秀。我问过主治医生，他们说你大脑没有受损伤，只要这儿没丢，我们就能从头开始。学校那边你放心，我已经替你办理好了，按休学办，也就是晚毕业一年。钱你不用着急，雨欣跟我说都已经解决了。谢谢你啊。少说废话。是有的时候真希望这是一场噩梦。梦醒了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连累了太多人。等你病好了，噩梦自然就醒了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早上我陪导师团去趟沈阳。不去不行啊，我只要一回来就马上来看你。你们忙你们的，千万别为了我耽误了时间啊。兄弟，听着，回来了。呀，怎么今天回来晚了？路上塞车。啊。雨欣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一回来就睡了，睡了有大半天了。说，爸回来了。嗯。那我叫我妹吃饭去啊。去吧。妈，哎，你爸都回来了，起来吃饭吧。啊，爸都回来了。嗯。哎呀，完了，睡过了，睡过了。嗯。雨欣。嗯。郝亮家是不是已经来人了？嗯。你这两天忙前忙后的，我觉得够对得起他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啊，你太累了。你说什么呢，哥？嗯，郝良受伤了，我不管他，谁管他呀？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？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当我没说过，没说过啊。雨欣啊，快吃饭吧，要是困了，吃完饭继续睡啊。啊，对，吃完饭继续睡啊。别生气了啊。
喂，你好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又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是。这。哎，医院的电话，说好像又烧起来了，不如赶紧走了。我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刚推进去。王主任，郝良怎么了？发生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，伤口大面积感染，持续高烧不退，病人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怎么会呢？我早上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呢。严重烧伤的病人发生感染的几率很高，他烧伤的面积又那么大，加上内脏损伤，所以有生命危险。这次恐怕需要很多钱，你们交的10万元押金已经快花完了，还要马上设法筹钱。大概要多少？大概30万。最迟后天，无论如何要把钱交上来，因为抢救和治疗都不能停下来。哦，那好，谢谢您了。舅舅，你好，我是雨欣。雨欣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是你妈让你找我的吗？不是，不是我妈，是我想跟您见一面。有什么事情就在电话里说吧，我们现在很忙啊，等一下还要去开会呢。我知道，舅舅，是这样的，我知道这两年我们跟您家走动的也比较少，我也很久没去看您了，但是我们毕竟是亲戚，舅舅，我现在有一个10万火急的事儿，我想跟您借点钱。借钱？你借钱干什么？舅舅，我男朋友郝良因为煤气罐爆炸被烧伤了，现在在医院抢救呢，生命垂危，舅舅。我想跟您借30万块钱，我将来一定还给您。30万？雨欣呐，你看舅舅像有30万的人吗？没关系，舅舅，少一点也可以。别急，别急啊，雨欣啊，你妈知道你来跟我借钱吗？我妈不知道，我走到市政府附近我就想起您了。哎呀，要说这也是人命关天，救人要紧。这个忙舅舅是应该帮的。真的，舅舅太好了，我太谢谢您了，舅舅，您帮了我的大忙了。我把话说完。去年我刚把你表弟送到英国去，光是办手续前前后后就花了7、8万。我也是砸锅卖铁东借西挪才凑齐的钱，到现在还没还上呢。舅舅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再不帮我就没有人能帮我了。舅舅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求求你了。这哪能见死不救？可是舅舅实在也是帮不上忙啊。你先别哭了，你这一哭舅舅也着急了。要不这样，先找找别人，舅舅这儿呢再给你想想办法。舅舅，我都找了好多人了，没有人能帮我。舅舅，你不是在市政府当处长吗？您肯定认识好多人。舅舅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再不帮我，我男朋友就没救了。我再给你想想办法。雨欣啊，别急，别急啊。现在还要去开会呢。
老师你好，请问刘主任在吗？他不在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估计到中午吧。谢谢。客气。刘主任，你是李雨欣吧？对，我是。你烧伤的男朋友怎么样了？我就是想来跟您说这个事儿呢。他现在情况特别的不好，大面积感染还有并发症，医生说还需要好多的钱。刘主任，我知道上次那两万块钱已经给您和学校添了很大的麻烦了。可是我现在真的是这不可能。上一次已属破例了，你可不知道这两万块钱我和你们系里陈老师那是费了多大的劲呢、啊、说破了天才批下来的。一方面呢，学校的经费确实很紧张，另一方面呢，爆炸事故是发生在课余时间，而且呢是在校外，学校没有一点责任，所以这两万块钱呢，是学校能尽的最大最大的努力了。刘主任，可是他现在生命有危险，你能不能求求学校救救他呀？刘主任，就算这钱是我管学校借的，行吗？我将来一定还。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，校领导这边呢也很同情你们，可你看学校一年的医药费就那么多，这几千号人要看病吃药报销啊，所以这件事儿呢，学校的的确确是无能为力了。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，好吗？什么办法都想尽了，就凑到了一万多块钱，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。不行不行，你拿着吧，我这两天稿子挺多的，大不了再多吃几个方便面呗，救人要紧。都到最后期限了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明天一大早的火车走了。上哪儿啊？我去外地实习六个月，我推都推不掉。那我不能送你了。傻瓜，真的是急糊涂了，谁让你送我了。其实作为你的好朋友，我想劝劝你，别再这样自己逼自己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想否认你为郝亮所做的这一切。说实话，如果换成是我，我肯定做不到这一切。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了。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，上面写到1935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《原子》只占了3页，可是爱情呢？有11页，到了后来1966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，他们却慷慨地给了原子13页，可是爱情呢只占了1页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不只是我们，整个世界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了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救郝亮，现在只有我能救他。好，我们暂时不提眼前这些事情，你有想过将来吗？郝亮他是自己出的意外，你现在已经够尽心尽力救他了，是也许命能保住，
可是身体肯定不行了。原来一个那么才华横溢的人，也许以后连找工作都难了。你能一辈子守着他吗？你敢担保他以后这恶气不会在你身上发泄？你们如果以后离了婚，原来的爱情楷模现在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了，你何苦呢？啊，你要想清楚。想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就知道我爱郝亮，我一辈子都要守着他。宝贝儿，你听我说，三十万呢，这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的积蓄，这么短时间内你从哪儿去借呀？走吧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去北京出差，我也没去。说吧，要多少钱？您知道我来的目的？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现在除了我之外，你别无选择。我想跟您借30万块钱。是这样的，我从来不借钱给别人。当然，这钱可以送给你。不过，这钱有条件。有什么条件？你尽管说。有两个条件，你可以任选其一。第一是，你当我的情人，期限是一年。第二个呢，是你嫁给我，而且必须在今年11结婚。这两个条件还有一个共同的附加条件，就是在你毕业之后，要到我公司工作一年。一年之后，我不限制你的自由。你看吧，你看，如果你不管选择哪一个条件的话，在把钱送到医院之后，你就不能和郝亮再有任何形式上的来往。孟大。
大哥，我其实我一直在心里跟孟伟一样，把你当做我的大哥。孟大哥，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一个趁人之危的人。这钱，这都是我管您借的。我以后工作挣钱了，我一定还给你，行吗？林小姐，你真的是言重了。我当然不是一个趁人之危的人，我也不会强迫你做什么。你可以拒绝啊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夫！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儿子，你救救我儿子吧，大夫！阿姨，阿姨。阿姨，阿姨，咱们有钱了，浩良有救了。孟老板，我接受你的第二个条件，请立刻把钱给我吧。小达吗？孟总有什么吩咐？让财务准备30万现金。是现在吗？对，现在就要。孟总，这是你要的30万。这是两份合同，一份呢是选择结婚，一份是选择做一年的情人。看看，在没签字之前，你还有拒绝的权利。我选择结婚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事吗？这合同一式两份，
这份得拿好。我让司机送你吧。我自己能走。我真的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一个小女孩拿这么多钱非常不安全，还是让司机送你去吧。完了之后，司机会把你送到香洲花园，那儿有个咖啡厅，我在那等你，再跟你好好谈谈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吗？还有很多。好了，快去吧。好，请拿。王主任，钱我已经筹到了，但是我要临时外出一段时间，你能不能让我再看郝良最后一眼？什么最后一眼？他现在正在抢救，家属不能进去。算我求您了，我就在门外看也行。说好了就在门外，别用往里冲。阿姨，那个里边就是五金室了，一会儿你就站在门口看一眼，千万别进去，好吗？阿姨，这是交款的收据，您一定要收好了。这还有10000块钱，你也收好了。等以后郝良好了，您一定要多给他买点好吃的，衣服，还有他喜欢的书。孩子，你对我们郝良的恩情，叫我们全家怎么报答才好啊？没关系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真的没事儿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得跟您说，我们学校安排我到深圳去实习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以后可能不能来看他了。等他醒了，您告诉他。阿姨，这钱您一定要收好了，一定要收好了啊！我再去看他一眼，再看一眼我就走了。
喜欢这首曲子吗？我最喜欢的一首。每次一听到它，我都会想起第一次见你时候的情景。麻烦这首曲子再弹一遍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现在一定十分恨我。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趁人之危落井下石。林小姐严重了，还好我把这地方都包下来，你可以尽情说你的想法。我想这种深入的交流对我们来说十分必要。可能你对我的追求方式不太喜欢，但我的目的是给你幸福。可是我不想要你给的幸福。校园这个圈子对于你来说太小了，辱没了你的才华，也局限了你的视野。我所说的幸福，你一旦体会到的话，你一定不会拒绝。可能你不太清楚，我有一个巨大的企业王国，所有的 MD 和 CEO 都渴望我多给他们一分一秒，但是我更希望和你待在一起。你已经拥有全世界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霸占我的小小的世界呢？因为我想娶你，让你成为我的妻子。你不能娶一个只认识了几天的人啊。为什么不行？爱情是心灵的判断和联系，我做事全凭感觉，感觉是最好的逻辑。爱情毕竟只是一条线，我的那一端已经牵着好凉了。你为什么不想试着了解一下我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根本就不想知道。我只知道我一点都不喜欢你。你放了我吧，你借我的钱我一定会还的，并且我和好凉都会感激你一辈子，真的。从始至终你忘了一件事情，我没有强迫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愿的。可是我毕竟是你弟弟的好朋友的女朋友，你怎么能忍心呢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娶定你了。我不可能对你产生感情。没关系，时间还长，你不用今天做决定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拿好。哎，你这可是缺乏涵养的表现。知道在整个星海市，有多少人梦寐以求得到这张小卡片吗？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啊。我送你，正好跟你妈妈聊聊天。我不回家。那我刚才跟她打完电话了，说我送你回家。你不想让她担心吗？哦，对了，这个电话送给你，以后我们联系起来方便一点。那我去提车。
喂，我没那么吓人吧？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回家。我看你这个，阿姨。哎呦，孟浩来了！你好，孟浩。你好。雨辰，叫你孟大哥。雨辰你好，孟浩。孟浩你好啊。大哥。没事，一样。哎，坐呀，坐。我不坐了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得先走。哎，别介啊。这菜都洗好了，就等你们回来了。你阿姨手快啊！没事，我真不客气。他们都等我开会呢。再说，雨欣有点累了。啊，是这样，刚才我们谈了一下，我希望呢，十一结婚。可是雨欣觉得有点快，才生我气呢。什么早？这是事儿吧？哎。十一结婚那太好了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儿！你说这孩子啊，也怪我，还有他爸都给他惯的，我都得臭脾气。大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不，这样，明天呢，我接他去我们家，让我父母也高兴，那我就明天再过来。没事。雨辰，快送送大哥！哎哎哎，送送大哥！送送，来来，送送送，一定要送送。叔阿姨，那我先走。哎哎，蒙浩啊，你有时间就来啊！哎，常来啊。我妹这个转变挺大的，啊！前两天跟郝亮还要死要活的呢，胡说什么呀你！喂，你好，孟浩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得寸进尺，逼人太甚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去你们家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去。雨欣，已经睡了，谁呀？让他明天再打吧。是孟浩，快起来接电话呀！你跟他说我已经睡了。你要总是这么任性，妈可生气了啊！听妈的话，赶快接电话。雨欣，睡了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是我打你手机一直你都不接啊，我丢了，那我再给你买一个。我告诉你孟浩，你就是再买十个也没有用。行了，别闹了，这样我也不想为难你。明天我家你要不想去，那先不去了，好吗？别生气了，早点睡觉，等我电话。